华春，九楼，谢谢您来帮忙。Attention please. The new Super-Urban Line begins 7th today, will depart from platform 2 at around 8:58 this morning.今日的铁路随摄就同大家做一个回顾。2022年11月27日，不少铁路迷聚首一堂，就是为了迎接当时观塘线的新成员 Q Train。这款列车就会取代行走了40年的 M Train。原本它是配合新信号系统一同使用，但是过往发生的严重事故，令到这一款列车继续以现有的信号系统行驶。等我们一起看回那阵时的盛况。截至2023年12月，总共有13列 Q Train 投入服务。预计由今年开始 ，Q Train 嘅足迹就会扩展至港岛线。大家要好好珍惜剩低落嚟嘅 M Train 啦。下次再见，我是 Rail Shooter。